连个守卫都没有，这得多危险啊！擅闯军营者，杀无赦。哎，这林将军还真是辛苦，明明主帐在东南面，他每日啊还要到西南面来操练我。是啊，这一路还去路过三个营房，一个火器营，真是太了不起。东南面。方才我声音这般大，他应该听见了吧？没事，夫人若还是迷了路，其他兄弟会自行解决的。这么大个主帐，连个守卫都没有，这得多危险啊！擅闯军营者，杀无赦。那就得看你舍不舍得。自然是舍不得的。你若是想见我，差人通报一声即可。为何还要乔装改扮，冒险潜入军营呢？你就不怕真的被人当作敌军探子给杀了吗？我冒险潜入，自然有我的缘故。林将军，你这偌大的军营，连个岗哨跟侍卫都没有。若我真是个武艺高强的敌军探子，林将军此刻已经落入我手中了。你该不会真以为有如此巧的事情吧？巡逻队恰好没有发现你，又恰好在你面前透露了主帐的位置。随我来。笑话了。若你真是敌军探子，无论武艺多高强，都不知死了多少次了。只凭不义。不过你能冒死来见我，我很是欣慰。